实体平线，是不是啊？又过基础实体平线，那大家看这一天，大家看这一天，这天是不是？是的，价钱量缩，是它也是什么？平均三日收盘价，它收在什么地方呢？三日平均价是不是收在这个基柱的实底之下，在实底之上啊？那它也是价平量缩，那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元帅，是元帅。好，那这天它是什么呢？这天是不是高量？次阳高大，空悲风，这是不是高量啊？又是个背量，又是个高量，是可以，这个可以做基础，对吧？那我们再看，一二三，三日，那它收在什么？收在基柱的实底之下，那收在什么？这个基柱的实底之上。虽然它也是什么呢？它也是价平量缩啊，但是呢，它是什么呢？是它也是一个将军，它是不是一个将军是不是？那我们再看这一天，你再看这一天啊，这天是一个跳空是这天一个跳空啊。那跳空，那我们以它为基柱，那它是阴，那找黄金是不是？那我们画呢，画一条黄金线。是不是？那黄金线上阳盖阴，那逢低介入七成金，是吧？那从它以它为基础，一二三三日是新城，是不是价平？那量缩是收在基柱的实顶之下，收在它的实底之上，是它是将军，是将军啊。那它也是什么？价平量缩，那它就是一个元帅，是它就是个元帅。阴，找黄金，黄金线上阳盖阴，逢低介入七成金，是不是？在这儿，大家看，阴，要当心，等待次日再决定，是吧？次日不跌往上升，集合量薄抓盖阴，是吧？次日下跌找黄金，找到黄金要用心，是吧？对吧？黄金线上阳盖阴，逢低介入七成金，那它三日形成王牌，那这天。前面这一天啊，这他也就是元帅，对吧？那我们再看这天，今天大家来看，他一个跳空，对吧？一个跳空，大家来看啊，一个跳空以他为基柱，是吧？大家看，这三日一二三阴，是跌破了基柱的实底是三日没形成王牌，没形成王牌，那别看他这跳空，他是这个地方什么？哎，他达到哪个？达到这个。王牌柱失底，那这个元帅是不是他就不称为元帅？因为他三日没形什么，没形成王牌，就说这就不称为元帅，他就称为什么？哎，就称为王牌，而不是称为元帅，对吧？啊，他踩什么？哎，踩的是这个回来，踩的是王牌的底踩的什么？王牌的底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这个元帅，哎，牺牲了他没什么，后面没生成三日，那他什么？他就不能称为帅。对不对？那大家再看这一天，这天是不是一个跳空？在这一个跳空，大家看，这天是一个跳空啊，是一个跳空。那以它为基础，三日不用三日，那我们就在这一天涨停板这一天，那我们就去盘预盘什么呢？预盘它就是什么？预盘王牌，对不对？一个跳空涨停，我们就可以预盘王牌，对不对？那明天跌停它也不能什么，哎，它也形成了王牌，是吧？所以说啊，从这一天开始，我们就预盘王牌啊，那它就什么呢？啊，它就称为帅，元帅，对吧？一个跳空，三只啊，形成王牌呢，它就什么？它就是元帅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王牌盘上的九绝啊，最后小我们什么？最后小要回调是吧？最后阴要当心，说我们要找什么呢？我们要找最后大、最后阳，是吧？啊，要找最后大、最后阳，抓重点找关键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它后边阳。啊，它是如果前面是先阴后阳，先弱后强，那这个黄金柱这个亮柱它就会改头换面，冠上一枝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找嘛，价升量缩，逐步走强的，我们要找最后是大的，最后是强的，王牌榜二不要找嘛，最后呢它是阴的，是小的，是弱的。所以说呢，三十座王牌，五十找方向，如何找方向，大小和阴阳，我们还要辨别动态。那后面是阳，是不是？那后面是大。啊，后面大，最后大要上拉，那该拉不拉，量性差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结合一柱一线一空间。如果它在真假高大王背风，在这些穴位当中啊，在穴位当中过不去的情况下，那是不是？别看它是最后大，是我们该拉不拉啊，量性差，那我们就看回调，对不对？要结合啊，结合一柱一线一空间，我们动态
什么？一直我跟大家讲，那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个大阴啊，大阴，而且是个高浪。高浪，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我就跟大家做交流，交流什么呢？我说大家你们来看，我们什么一高浪或大阳啊，大阴，我们画条平行线啊，画条平行线。那不过呢，那不过这个平行线它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它就有阻力。这我们在此期间怎么做攻防？攻不过我们就要防，防什么呢？防它是个拐点，下来，对不对？就是那突破呢？啊，突破，那我们再看什么？攻彩不破，那我们大家再就。是什么？是个顶底护挂，是吧？就支撑起来，才不走势啊。所以我们要找什么呢？我们要找抓重点，找关键，要找后面是阳的，后面是大的，而且上方呢还有空间的，还能在关键的穴位当中呢，我还能突破过去。我们跟的就是强装，对吧？任何一个让住的阴阳高低，它都不是不对的静止的运动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用辩证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亮柱的阴阳高低大小。那黄金柱呢，它也不是以大小来衡量的，也不是以高低来衡量的，它更不是以红绿来衡量的。那黄金柱的实质是什么呢？黄金柱的实质，它就是市场力量逼此消彼长的温度计。它是主力和庄家经历了复杂的操作过程之后精心组织的核心支点。我们除了三日定心，那我们呢还要结合量性的空间转化原则拐点定心。那这里的空间呢，指的是量柱所对应的架柱在走势图上的位置，位置决定性质。从空间位置上来看呢，有下面几个重要的啊关键节点。第一个是平台起柱，就是在架柱整理平台上突然出现的被量柱。大家看平台起柱像什么呢？6008-59光附近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这一块啊，为什么我们的哈速班在这个地方它翻倍呢？翻了三倍啊，翻倍！大家看，它就是什么呢？它就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王牌来看的。大家看，嗯，是倍量，是倍量可以做基数，对吧？三日价平，那量缩平均缩量，是不是？那这天它又是个倍量，过了什么？过了前期，是过了前期的平台啊，在架柱整理平台上啊，突然竖起一根什么？一根倍量。过的前期平台，那这个也是同样如此。大家看啊，那在哪个地方呢？啊，这是个倍量，对吧？以倍量为基础，那三日下身量缩，这是也是黄金柱。那在这个平台，那这天是又起了一根，是又起了一个倍量啊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啊，在架柱整理平台突然出现的倍量。啊，倍量什么？倍量是主力实力与雄心的温度计，对不对？在三日之内起的，这是合力王牌，是合力王牌。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以它为基础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高量，又是个倍量，又是那合力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合力，两天合力，那这一天是合力，那一二三三天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接力，对不对？合力接力，接力吹着打起来这一波，往附近打起来这一波走势哈，咱们的速板在这儿获利丰厚，在这个地方是吧？就是根据什么呢？拐点定性，平台起柱是吧？再一个是凹口起柱，就是架柱逐步回调形成凹口的时候，突然呢竖起一根中到大阳的量柱。最常见的就是凹口背平柱，大家看我附近是在这儿，是凹口背平柱啊，凹口背平柱爆发猛如虎，它开始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在这个地方它是平台起柱，是不是在架柱整理平台上突然它竖起了一个什么背量柱啊？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有什么呢？啊，它就在这个地方过凹口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它又竖起了一个什么？竖起了一个背量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什么凹口背平柱，那爆发猛如虎。怎么爆发猛如虎？那王牌合力是吧？合力砰砰砰打起来，前期也是合力啊，在这儿啊也是什么？这是接力，这就是什么合力，然后砰砰打，这就是是不是？看合力砰打起来呀，这一波走势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大家看一下哈，中年大地，这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我跟大家做交流的。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凹口背平柱在这儿，这一天就这一天和这一天啊，我发现的这一天凹口背平柱，所以说什么呢啊，这一天就跟大家做交流，这一天对吧？你的老学员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一天跟大家来做交流的，这就形成什么？形成凹口背平柱。在过凹口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，不光过凹口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地方大家看还是过得多风啊，傲骨被平主爆发猛如虎，说带大家什么呢？大家啊，砰砰砰，咱们是也是获利丰厚这一段，
是吧？刚才把这个知识给大家普及一下哈。你看，它是什么呢？选右边是不选左边，这是将军柱是吧？你这天是不是次阳？是双阳是次阳为基础是吧？它这天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，大家看啊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三日啊，一二三，回踩回踩黄金线，对吧？黄金线上阳给你啊，大气本阳双阴洗盘，阳阳回踩回踩黄金线上，黄金线上阳给你啊。那在同一区间的时候呢？同一区间的时候呢？那我们应该选选它，是不是？我们选左，选左边二，不选这边，选右边啊。我们选左不选右，你什么？你就近比是就近比，向左看就近比，向左看选这个，向左看就近比，好吧？啊，选最近的。啊，最近这一处就是选左啊，不选右，不选它右边这个哈、啊，选左边这个啊，针对这边是右，对吧？那针对就近对比，针对它是左，选的左边这个就选右啊，选左啊，选右不选左是吧？选了右边这个，不选左边这个啊，就近对比，大家哈、啊、一定要记住是就近对比，这是傲骨比拼柱啊。往往我们大家就是在什么，在傲骨这关键的时候呢，这个。背梁什么？背梁是处理实力与雄心的温度计，它在傲骨这个地方能搭起来背梁啊，背梁合理和背梁接力，那它忽视会为什么老师跟我们讲说傲口啊，平梁柱爆发猛无骨，但是呢，它如果在这，它如果又是个背梁的话，它是叠架，又是个叠架。第三是过定气柱啊，就是在架柱冲过与前期平行的左峰峰顶的时候，突然竖起一个中道大梁，最常见的就是过定背梁柱。那老师为什么一直在说背梁？背梁啊，背梁。那背梁是什么？背梁是主力实力与雄心的温度计，是不是又是找桩啊？对吧？这就找桩啊。那在关键的这些穴位当中，拐点的地方啊，它是什么主力？我来了，我又是实力，对吧？那大家看一看啊，六三个零七七，在这儿大家看啊，这有两个地方哈、啊，这两个地方。它一个是过顶起柱啊，我们首先看过顶起柱在这儿，大家看它过哪个顶呢？大家看在这儿，大家看试试过的这个峰，过的这个谷底，峰谷临界的地方是过顶起柱，那它怎么过的？大家看这天是背梁过的，是背梁过的啊，有什么单枪啊，背梁单枪同左峰啊，单枪小霸王啊，背梁单枪同左峰，来日涨停机械峰，是不是背梁同的啊？这个，然后呢，过顶起柱就是架柱冲过与前期平行的左峰，平行的左峰是平行的左峰啊，平行左峰时候突然竖起什么中道大梁，是中道大梁，今天啊，中道大梁啊，最常见的就是什么过顶背梁柱，是过顶背梁啊，那今天也是触底，大家看触的啊，前期谷底，大家看是触的谷底，对不对？又竖什么叫背梁？是背梁，这是过顶啊，背梁柱是吧？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触底起柱啊，触底起柱，这个什么？刚才跟大家讲的是过顶，过顶触底，它又是过顶又是触底，对吧？又是在右侧架柱触及左侧峰顶线之后的顶底互换，是顶底互换，我们称为什么？我们称为触底背梁柱，触底背梁柱啊，这是过顶。这个大家再看后面啊，这个案例啊比较典型，大家看在这儿过顶，你看在这儿是这块，我们看这块，这块大家看背梁是吧？背梁这是个背梁是吧？背梁什么？背梁是过的前期的平台啊，是过的前期的平台，这是过顶起柱，骨架冲过前期平行的左峰，突然竖起一根中道大阳。不光是中大阳，但还是个涨停板，对吧？那这是触底，这是过顶，是触底这个地方，是不是过的前期峰谷临界地方？那它里触的前期这边谷底触底起柱，对吧？以上四种类型都是阶段性的拐点的重要标志。那处在这些位置上的背梁柱，一般都具有王牌柱的啊性质，它可以独当一面，充当栋梁的角色。但是凡是没处在这些拐点位置上的亮柱呢，大气亮柱的亮性很可能弱化，甚至退化和牺牲。一根最再好的亮柱一旦牺牲了呢，它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亮性。大家看一下哈、啊、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在关键节点的时候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庄家的实力啊，
你看我一触底，我马上呢，马上就触底晋升，而且是个跳空，啊，不光我是啊触底起柱，而且呢，它又是什么呢？又是次阳、高量、大阳、跳空、背量、过风，这过风，又是过风，又是跳空，而且又是背量，是吧？而且它又什么？它又是个大阳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个次阳，是不是？一柱见了，多处是吧？啊，双倍功能，多倍功能，见多倍功能。在关键节点的地方，所以说呢，它什么，它会啊砰砰砰砰打起来。是，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亮柱，在这关键节点看到亮柱啊，是这天我们大家跟进，是，我们就享受这一波。大家看，是就享受这一波，几个板，一二三，三个板，对不对？三个板空间啊。那我们如果是在这一天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大家看，拐点那些哈，那大家这一天它是背量啊，那这天它又是个背量，那背量加背量等于主力啊，急于拉升的一种体现。对吧？这样急于拉伸的，那它来的现拉，然后再一个试探，回踩是一个回踩，现拉一个试探之后再一个回踩，这样回踩来的缩三一，缩三一是假跌下来啊，假跌下来，然后出底，然后这一天又是个背量啊，背量跳空啊，就是出底出前期谷底，是出底起柱，这拐点的地方大家看到就装的实力，那我们第一时间跟装，我们就能过去快了，对吧？第三个原则是量性的组合转换原则，集合定性，单凭一根量柱预判其未来走势是形而上学的一段，那通过集跟量柱及其量柱群的综合研判，那它这才是科学的一判，因为任何一根量柱的阴阳高低它都不是孤立静止的，所以说我们要用辩证的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量柱的阴阳高低啊，量性的组合转化是对量变产生质变的最好的诠释。那大家刚才可看吧啊，那低量加倍量一般往往出现在阶段底部，阶段底部。那像大家看一下此阶段的行情一些个股啊，大家看在零二二四零，是大家看是低量，是这是低量。那低量加倍量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主力采取休克疗法之后有实力的拉伸，怎样有实力的拉伸？大家看今天上午一个回弹，碰碰的今天是不是？又打起来了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量柱的组合啊，集合定型，组合转换原则，低量加倍量，它往往处在什么？处在一个阶段的一个拐点，啊，是主力采取休克疗法之后有实力拉升，有什么？有跌转升，它什么？扭转乾坤，是扭转乾坤。还有什么？大家看六零幺八，六零一八九零。大家看，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一块，大家看，那，啊，这大家看是不是鼻梁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次阳，是次阳，次阳。然后这天是低量加背量，等于是等于中大阳。并且这天又是什么？就是背量加背量，等于什么？主力啊，急于拉升的一种体现。怎样急于拉升的体现？那它遇到左方啊，左方的压制，左方的压制，对吧？大家洗盘洗盘洗呢，洗到踩到什么地方？踩到黄金线上。是踩到黄金线上啊，那以它为基础啊，阴阳阴是找黄金啊，找到哪个地方？是找的这个黄金线上啊，那黄金线上阳盖阴，封地介入其成金，是不是？这是形成王牌，那三者它是形成王牌了啊，是三是平均是在基础实底之上，而在实底之下啊，它是平均所量的，是平均所量，那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将军，是将军柱。那他形成三日，形成王牌，形成将军，那他是这一天他就可以称帅，他就是元帅柱，对不对？那他就是什么呢？那低量加倍量等于主力采取休克疗法之后有实力的拉伸，这样有实力拉伸啊，那他今天又是倍量加倍量等于主力啊，急于拉伸的一种体现，对不对？这样急于拉伸体现，因为他啊遇到压力了，就是在这洗盘，洗盘没破呢，没破黄金线呢，砰就拉起这一波来，就拉起这一波来。这是低量加倍量啊，刚才没有看到是倍量加倍量，倍量加倍量等于什么？主力采取啊急于拉伸的一种体现，是我们大家也看到的啊，刚才跟大家交流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倍量加缩量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最喜欢的拐点啊，在这个拐点的地方它的组合转化，倍量加缩倍，老师说缩倍是最好，对吧？啊，如果是突然碰到缩量二一，或者连续缩量三一，连续缩量三一等于缩倍，对吧？的量柱你呀一定要瞪大眼睛，
很可能啊，机会就在眼前。因为这是什么呢？说背说明庄家是采取休克疗法，主力不做背，或者呢，他用很少的资金来引导啊，看看市场的行为，是吧？去采取休克疗法制造的底部，主庄坐山观火，放任自流，那机会一到呢，他就要呢，他就要大幅的拉升。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啊，不是啊，一到缩量他马上就拉升。而是什么？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庄往往它面还没洗呢，还没把市场的情绪啊，把市场的筹码给洗干净的情况下，它可能还要折腾一些日子。等到什么？等到主庄认为可以放心拉升的时候，它会才会有较好的一个涨幅。大家看这个案例，很好的显示一下啊。大家看，你看这个庄就是，大家看，在这个地方是吧？在这是突然缩背。突然缩背，他不是马上就拉伸对吧？是他要洗盘几日啊？洗盘，再洗盘几日，然后呢，是他跌破这黄金线，是跌破黄金线下一挖坑，是吧？那在呢，在哪儿呢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卧底横爬，是不是？这是次阳啊，过了这个一二一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阳对吧？这是次阳，是不是次阳啊？是可以做基础。那三日呢？它是阴阳阴，阴阳阴找黄金，那黄金线上阳盖阴，逢低介入七成金。那它平均三日的收盘价是不是在基柱的实顶之上？大家看，平均收盘价哈，平均收盘价是在基柱的实顶之上，而价柱呢，而量柱呢，这是加涨是量缩，那这是不是就是黄金柱？对吧？这是不是就是黄金柱？啊，那大家看这一天也是，啊，是突然缩背。它也不是马上涨，它而是什么呢？大家看，那它是以什么呢？它是阴阳要上涨，根据大小定方向啊。那黄金线上呢，阳盖阴，那逢低介入七成金，是吧？它回踩在这个啊基柱下三阴，下三阴的位置，对吧？一直没破这基柱下三阴的位置，形成底是吧？抬高是吧？底抬高，那以这天为基柱，那这天为基柱，它是什么？它是阴阳阴，那找黄金，那黄金线上阳盖阴，那这天是不是这天才在黄金线上？大家看，你看为基础，你看是这天，金柱彩虹是黄金线上，那阴阳阴最后阴要当心，是大家看一下啊，最后阴要当心，怎样当心最后阴啊？最后一那要当心，等待次日再决定，对吧？那次日不跌往上升，跌和量不抓概念，那次日下跌找黄金，是找到黄金要用心，是吧？啊，那黄金线上阳概念，大家看是次日是吧？是阴，慢慢要找黄金，那黄金线上回踩黄金线，黄金线上那阳概念的逢低介入七成金，是吧？它是什么？突然缩背。突然这边洗了嘛，啊，洗了这几天盘啊，一二三四五六洗了六天盘，现在滴抬高，是不是啊？那这天黄金线上给一个，是它就砰打出这几天盘，就是它不是马上的什么呢？不是马上的它就涨，而是什么呢？啊，而是大家在洗盘，主力因为什么呢？啊，主力因为他自己洗干净盘了，对不对啊？洗干净盘了，他什么放心拿升的时候，他才有较好的涨幅。是不是就在几何定性？那王牌柱的量性强弱的级别分类，我们同学案例大家可以看到，是将军柱不可靠，那黄金柱量性好，那元帅柱呢？元帅柱大佬大家看到就安逸了，是不是一个元帅接一个元帅，它是大佬对吧？那将军柱它独当一面，支撑后市，刚才也跟大家做交流了，是吧？那大家再来看几个案例哈，将军柱啊，它要独当一面支撑后市，什么样的将军柱它独当一面支撑后市呢？它是一线判定法，记住啊，失顶不过失顶，那不破失底，对不对？大家再看一下啊，601236最经典的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是吧？你看它就是什么呢？今天是背量，是背量可以做基础，次阳高大空悲风，是吧？它又是个空跳空，它又是个高量，它又是个啊背量，又是个大阳，是可以做基础。对吧？那回踩，大家看回踩，那阴找黄金是吧？那黄金线上阳盖阴，逢低介入七成金，那它是什么呢？回调是不是没破？碰破基础是底，没破基础是底，是量是缩下来的，是当天缩下来的，那它是什么？它就是
没过点，他得记住啊。